我们没有能量，这个能量要放在这里面。你要怎么使用啊？哦，按 Ctrl 有了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精华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。我们今天呢，又来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这个模组地图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应该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呢是没有要去外面探索的啊，因为呢，老头呢有一个模组想要介绍给大家，也觉得还蛮酷的。这个模组叫做呢 ，Auromac 啊，就是呢盔甲麦克的意思吧，我也不太了解他那个翻译名字就是什么。不过呢，它是一个很酷炫的一台机器人。然后呢，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架在上面啊，光是用讲的，你不是觉得很酷吗？可以骑在一台机器人上面啊，横走啊，就是走在这样地图上面啊，有点类似像环太平洋，没有啦，没有环太平洋那只机器人这么大啦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模组呢，老头其实很早之前就想要介绍了，超级早之前就想介绍了，只是因为想说这个可以晚一点没有关系，就是已经把它列入到我要录影的这个名单里面啊。那它这个呢，你模组一装进去，它就会要你盖一个这个类似工作台的东西啊，它材料差不多都够了，只差三百个金属哈。那今天没有要去烧，今天先讲哈，今天没有要去探索哈。那可是呢，老头看到普罗米修斯稍微有更新，多了一些新的东西，我就再不赘述了啊。这个之后呢，有要去外面找新的恐龙，我们再继续讲。啊，那他首先呢，这个要三百个金属嘛。OK， 我们拉一半过来，我们直接把它做出来吧。它应该在这里下面这边，好。我们做一台出来之后，这货应该是要一个地基吧？好吧，我们弄一个地基好了。看一下啊，我们地基的话，我们随便盖个地基出来。哇，没有材料做地基耶，等一下啊，按错了。先把它分类一下，建筑物，然后茅草的有没有茅草地基？都不能做。有十字地基。我们就加减十字地基弄一下好了。哎 ，RYS 啊，底下哎，我原本就有了，靠北啊。那我们盖在空旷的地方好了，哪里好啊？我觉得盖在这里，可是南方大大又挡在那边，算了，我们把南方给架走好了。先给他吹个被动，南方哥，您就在上面这个地方啊，好好的。啊，帮我就是监督一下这周遭的环境有没有危险哈，你就在这里 ，OK， 乖乖乖，在那边不要动 ，OK， 那我们就把我们这台工作台架在上面吧，哇，好笑啊，悬空哎、欸，算了不管了，哎、欸、不能用哦，哦，它控制台在这里，原来这家伙要供电呐、啊，我的天呐、啊，要供电呐、啊，完了完了。电器类的东西我还没学我们试试看把它接出去好了，接出去才会有电的感觉。哦，有啊，它上面显示黄色的这个线条就是有电的意思。哦，那我们就稍微随便盖吧。呀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？呀，这样有吗？哎、欸，有已供电的，好好笑啊、哦！这么远已供电，好好玩啊、哦！好了，我们现在供电了哈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盖这个东西了。哇，这一台机械所需要的材料好靠北啊、哦，都没有看过 CPU， 好，在这边啊，我靠，这边要的材料真的是很多哦，各种材料组合起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它聚合物是有两种，五十跟两百是怎样？啊，就250就好了，你两个聚合物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然后这些应该是材料部分啦、啊，这边应该是所谓的材料的部分啦、啊。我靠，这边需要的材料真的是很枯哎、欸。而且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剩多少，我们再全部一并把它全部丢进去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把所有材料都丢进去哈，刚刚收集也不少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有没有缺什么东西没丢啊？珍珠材料应该都够了吧？我们盖这台大型机器人，我靠，这个脚步需要两个。脚就需要两个，为什么？能量 energy 一个 ，CPU 一个啊，那个 Kapla Pip 那个是什么东西的？管它，全部做一做。哦，哎、欸，开电好酷哦！哇，
好酷哦！开店可以这么酷吗？大大，开店可以这么酷吗？来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记得这个要这各两个嘛。OK， 通通都做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做它这些附带的一些零件，像是这个应该是子弹，然后这一个应该是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盔甲一部分吧。这是枪，然后这个也是枪啊，这个都是这个是脚步的防御部分啊，这个是雷射枪啊，随便讲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以做一台啦，是吧？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超酷的！我们先把它召唤出来，我们再看看好了。哇，这名字好长哦。我觉得我们先存档，我怕我等下宕机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还会动哎、欸！一起被吓死人了、哦。好了，我先关掉，有点吵。啊，请你停止，请你停止。哦，一台机器人盖出来，它会一直动啊！我就已经关了，它还在动。算了，我们先存个档先好了。S A B E W O R L D。怕人家宕机。好，就让他继续吵。我们把机器人先丢出来看一下好了。在哪里 ？Hello， 机器人，你在哪？我刚把你拉出来了。啊，包包东西太多了。哼，跑去哪里了 ？Hey man， 哇，出现了，可以上去吗？骑乘，我负重了。这家伙不能点负重，而且他负重只有一千，他也没有经验值。太棒了。我以为你可以点负重，怎么办？现在呈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。看来我知道，就是这个是这个蝎子嘛，好吧。我觉得我先把我所有东西都丢过去给他好了。转移，耶、yeah ！好，我们现在空装了，我们可以移动了吧 ？Come on, baby！ 哇，没有手臂的机器人，哎、欸。我整个下盘在下面会不会被扭断了、啊？我还蛮害怕的、欸。我靠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跑超快的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没有经验值啊？太可惜了吧！我要去捡前面的物资。啊，没能量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的那个能量好快啊、喔，可是回也很快哎、欸。你看右上角那个闪电符号，然后停下，大概过了几秒，砰，又满了。哎、欸，好，随便啦、啊，没差、啊，都这样没关系啊。啊，不过机器人还是帅爆了，有没有？你们一定会觉得很丑，那是因为我还没穿装备，好不好？等我去把装备做出来，你就知道我多强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赶快回去，搞不好他等一下。装完装备就可以点技能了，不是点技能，点属性，对不对？哇，哎、欸，比我想象中跑的还快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做这个模组的这个制作人真是天才，哎、欸，可是他会主动攻击吗？过去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哇哇哇哇，全部都动了啊，全部都动了啊 ，no， 不要这样子好吗？我好不容易帮你制中了，你们就这样子乱来，我靠，全部都歪掉了。好，随便，我到时候再整理。然后呢，你这家伙，滚，不要再过来了，到时候再整理啊。所以说我这边吹个口哨之后，他会跟来吗？不会，这机械要人驾驶他才会动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南方巨兽先往后一点。太碍眼了！来来来，我们现在来盖一下它的部件的位置。它的部件在这里啊，全部都做一个就对了。这个应该是它的能量子弹之类的。然后上面这个有显示护甲，有没有？这都是它的装备，我们可以直接一次把它装上去。我靠，超酷的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们如果有玩这个方舟，装一下这个模组啊，包准你觉得酷毙了。超酷的，还剩两个。OK， 这应该是炮管，感觉看出来就是一个炮管，是吧？科科，有了，来，
这个是躯干，我们看一下躯干装上去变怎样。哦哦，你好吵啊！关掉，吵死人了。我们先去别的地方好，这很吵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到这边来。啊，它还不会跳哎、欸，这边比较安静一点。这个躯干拔下来跟放前面有差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不太一样。有没有多了前排？手部的部分啊，我们机器人有手了。啊，那是后排哦，这才是前排。哦，原来那个是后背哦，怎么还是那么吵啊？哦，算了。哇，这些下杠哎、欸，脚腿部的部分加强腿部的那个跑步的力道是吧？哎、欸，哦，它可以换两种哎、欸。哇，换两种枪型，好酷哦！这是安，装上去会怎样？没看过，要怎么使用啊？嗯？啊，我们没有能量哦，我们没有能量，这个能量要放在这里面，你要怎么使用啊？哦，按 Ctrl 有了。有啊，我有装啊，装在哪里啊？还不会用。哦，哇，火焰枪 ，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可是他装的腿部装备好像不能跳，还是不能跳、欸？哎，多了腿部装备意义何在啊？不懂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我能量需要再多做几个，我真的需要多做几个。超级酷的，多做几只。好了，这边很多恐龙，你看这边就一只，我们来试试看 ，fire， 有点强哎、欸，还有什么功能啊？我还蛮好奇的哎、欸。我们现在我们的机器人上面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们头部没有装是为什么？谁？哇哇哇哇哇哇！不要这样，慢啊嘞！哇哇！我们是不是少做一个部位啊？这机械没有装头部哎、欸，算了不管了。哎、欸，我在那边哀哀叫了，装一下这个。嚯！啾！哈哈！超屌！来呀！单下伤害多少？啊、哦，25滴，实在也太低了吧！我们先吃一下肉啊，我们没有肉了，死定了，尴尬了！啊，我们东西全部都移过去，难怪没有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回去。没错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缺什么。对啊，这样是5件啊，所以他还没有头部的装备吗？对吧、啊？我们1、2、3、4、5，这5件都有啦。这个炮管嘛，这个上面这个跟脚，还有盔甲。对啊，哎呀，他好可惜哦，没有头部装备、欸。我本来想说有头部装备，觉得超酷的，很可惜没有。还是说在我们这个啊，在我们这个地方要额外制作才行？会不会是这样？应该不是吧？想太多了。不过我们这机器人就是装逼用，耍帅用的，而且它还可以上色，就是如果你要涂装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喷漆去涂装，刷子好像也可以，刷子好像也行，所以说还是蛮酷的啦。哦，不过先等我一下，我再稍微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头盔的部分，看样子是没有头盔的部分啦。对啊 ，AW 这个我们有了吗？哎、欸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、欸，奇怪，等一下，这个我们没有做到哎、欸。CABIN， 哎、欸，我什么没有做到这个？我们有做到这个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没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一台为什么没有头盔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工作台里面有，哎、欸，不是那个学技能的里面有，但是这一台这里面没显示是 bug 吗？
欸，他的头盔不见了，好可惜哦，没办法介绍给你们了，还是我们下次再介绍头盔啊？对啊，就没有啊，太扯了，头盔消失了，真的头盔消失了，没在跟你开玩笑的。好，我们强大的机器人。欸，为什么我用脱衣的、哦？麻烦死了。很帅，撞上去要叮叮的声音，叮叮叮。哦，我们少上盘啦、啊，上盘的部分没有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机器人哈、哦，那还蛮酷的。好、哦，长这样子，我们很可惜没有头盔的部分，有头盔就帅爆了。希望呢，它这个模组之后出另外一个形态机器人，比如说会飞啊，会变形啊，超帅。好不好？那么今天的这个影片介绍就先到这里了啊！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快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计划再见了，拜拜！啾啾啾！